哎，庄总你好。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庄总，咱来讲你的迄个创业哦。你先把个人迄个较早成长的背景先了解绍一下无？哦，我本身吼、哦、就是做工出身的啦。之前还袂做这个珍珠奶茶时，我是专门做电机。哎，哦啊，先对修理开始吼、哦，先学西啊，学到做兵了，回来过去锻炼一年了，啊就开始做这个莫打。修理专业哈，参照台塑北部地区的统修商啊，远东纺织啦哈，啊个即个炼钢厂，顶顶个里热炼铜厂，顶顶即啊，我做拢做算讲工厂较大个啦，是，啊，所以讲就专门咧做莫打修理，嗯，啊，做莫打修理做差不多嘛，差不多30档啊啦。啊，你原本学校都是练电子科，东海夜校不校。哎，还是混时间的啦。是，对。所以你就是因为读电子科，才去做迄个马达维修。哎、欸，不是，因为我对马达修理我很有兴趣，因为我一个阿兄伊毛在做哈，伊做电动马达，伊较细规格啊，家庭的啦。啊，我对这個。绕线、绕七八线啊，感应这方面，我有很深厚的兴浓、很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就专门在去专门在学在做马达，吼、哦，这个较大张的，安尼做较大啊，安尼先。所以我第一安尼先，然后锻炼安尼先吼，啊，马达就比如讲铜头的打入这个马达修理，就是讲头家是专门做。北部地区铜修商，嘿嘿哦啊，机有一个机缘了，我就去遐甲学西啊。学的才阁跳槽，这个头家伊是伫小学毕业就做甲做兵倒来，才甲当年冒出来做啊。我就伫伊个冒出来做迄个工厂嘞，吼、哦，原来是做莫打，是、哎、是。啊，莫打咧一台机器内底，伊个技术难度是上悬的是安怎？其实吼、哦，啊，较变巧就是伊个接线，它的接线吼、哦，线径无够，还是甲无够这个。本地来这个线径的平方数不一样，你可以改它的线的平方、接线的平方，吼、哦、啊接线吼、哦、啊等等要互相配合啊，就可以同样的就可以把它完整的把它修理好。就是说你拆出来的线如果是 1.0 哦三条、嗯，那 1.0 我如果没有三条，我只有一条，那你可以用改的吼、哦、啊0.95和 1.1 哦，或者是接线如果是一个 star。雷古达啊，我要接两个 star 雷古达啊，这个变，这个就是接线的方式，还有你的线圈都要改，接线的东，接线的方式要改，这个是灵活应用。你如果灵活应用，你把这个窍门打通的话，这个修改的这个方式，你就应该就是已经有七八成的。所以你这样讲，就是如果变通的快，就会修的快。不是变通快，就是方便。你不可能我打行顿啊，我打行。刚刚莫打十几条来，我打我当个交的时阵，我会使小修改，吼、哦。比如说，它本来是5平方，我改成2.5平方，本来是接一个 star 流道，变成接两个 star 流道啊，接一个 star 变接两个 star， 一个 star 流道是10圈，两个 star 流道就20圈比例。跟未样变通的师傅，就是爱单一模一样的材料嘛，有够我都修理，哎，速度更加慢嘛。速度拢差不多啦，就是讲变通，就是刚才讲哦，你物件啦，你若无交的时候，你要安怎变啊？个较大条会较歹做，啊，若较细条较软，啊，得爱较侪条，啊，这个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个就是爱食肉食的，对吧？啊，你做到几岁，才决定家己出来创业，家己出来接？做完兵哦，我63年，我已经去读夜校，就已经满2、3年啊。因为现在读夜校，因为怎么学西啊？吼，都要学一年啊，高不成低不就。哦。想说，如果这样要照正如这个时间去做兵役哦，你高不成低不就，回来回来也没有办法一当独当一面。所以就去补夜校哦，能够把这个时间多拖个2年3年哦。夜校你就可以完整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完整这个中这个两三年，就是我最精华在学这个马达修理的最精华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去补夜校啊，然后也一方面白天就是做马达修理，然后晚上就是补夜校，都是在头里都在想说马达要怎么绕、怎么接线等等的一个灵活化。你都沉浸在马达维修世界里，对对对，连在上课嘛都想遐啦。哎，这样子你应该晚上会很认真啊，因为你学到的东西白天就可以用啊。晚上那个时候
算讲去用吃头路啦，这个是要灵活应用啦。比如你唔是晚上啊，真认真啊，家己嘛无人去做啊。就是讲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投入，然后有空的时间你要拖拿，要去清晰说，我这个线圈的圈数要怎么改，然后接线要怎么变通啊。如果你了解这个诀窍的话，你在这个以后来做这个方面，你就可以比较灵活应用，这样就是要很专心的哈。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去苦心把这个线路搞清楚这样。你跟老板跟得很好啊。那时候27岁决定自己做。27岁实在已经是退伍了啦。退伍然后再去拖一年就对啦哦。拖就是较早大家头家遐吼，啊，过去拖一年，就回去帮忙了，对。对，然后因为算师傅啊嘛。对了，啊，过拖一年，然后隔一年了，就家己讲啊，要出来做安尼先啦。出来做的目的，我就是要台塑，承包商啊。去承包台塑的生意，但是台塑就是要快，要便宜，那个品质又要好，你不是说你要去就可以啊，你的价格啊，对不对？还有他看你的设备啊等等的台塑在这个台湾也是最大的企业他的北部工厂有10-20家，每一家工厂的两三千个摩尔马达24小时不停的在转动，所以他的这个故障率也蛮多的啦，所以就是要去给他们修理，这个东西也可以比较多了，比较稳定。所以不只看你的这个装备，应该也要相关的证照嘛。那个时候的话只要你有这个技术，不需要什么政府考察，你有任何证照没有？就是要把那个盈利执照啦，那个要去政府申请这样子的开厂证明啊，哈，盈利事业登记执照，那个政府公司去申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拼实力嘛。对，拼实力啊，还有你要耐操了。人家一天做八个小时、10个小时，我们都要做15个小时，那。我们在那个时段67、68年的时候，一个月，是可以休息2天假，2个礼拜休息1天。现在是2个礼拜休息4天，我们现在那个时候是2个礼拜休息1天，一个月是可以休息2天。那个时代，马达故障，它需不需要24小时紧急处理？碰到它没有优异都没有备品，而且它那个东西是又是不能停的，不能中断的，所以也要配合。那个都在配合他们的需求。是不是也要紧急去现场处理、现场维修吗？现场的话都是一般他们台塑他们都有电工这一家马达坏掉，他要现场拆出来，拿到保养室，然后我们再把它载回去工厂修理好。他们现场就替换了。他有替换的就替换，没有替换就要求我们这个要24小时，越快越好这样子。所以你就度过10几年这个。做马达，做马达修理应该是差不多25年的。后来就慢慢做到一定的规模。对啊，当然就是啊，你那时候你签什么都要买什么补货嘛。你刚开始的话，基本的工具啦，基本的材料嘛。当然都越做都越大嘛，做到那个远东纺织啦、李乐联纺厂啦等等的这样子都比较工厂比较大的，马达比较多的这样子。那以前事业应该比较好做嘛，那时候制造业很发达。对，那时候的话马达修不完了。对，现在的马达公司也高了马达太小的话人家干脆换新的。现在你以前那个马达对不对，有时候机器都是国外的你就没有一样的那个规格所以一定要修理。所以现在可能换新的比修理成本低。要看什么品相，比如说一般的马达，对不对？1马力、2马力、3、5马力，就是买来装下就好了，到这个就还就是买了换新的。那以前连1/2这个马达都是对着机械一样，要怎么做所以你没得买你一定要修理。以前那个制造业用马达后来台湾慢慢进入这个电子资讯业，还一样有马达这个电子资讯的话，变成是无线电的啦，像这样子那个是工业，好像王永庆他们的工厂都是工业马达。对对对。纺织机也是工业马达。现在如果说电子那个是等于是电子的业，那跟那个就不是算，那个是电子业，不是电机业了。那个就是 IC 版的。对，两个是不同的。是，那你后来到40岁又接触了新的行业，对吧？
进入、应该差不多45-50左右了。讲一下当时为什么要进入那个食品业。那个时候就是机缘啊，朋友的朋友哈、哦，在国外开商品店，然后他去大陆采购东西，中间经过香港的机场，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国内的饮品店哈、哦，就是奶茶哈、哦，也在刚冒起来，对不对？对对，也在香港那边哈、哦，机场有在卖这个奶茶店，这位朋友，这个老板吃了一杯奶茶，觉得不错喝哦。然后上面也有这个家门啊、专线啊，哈、啊，茶席啊，就打电话给我们朋友说，去给他了解一下，因为他到香港要回去国外的菲律宾那边、啊、所以他从香港打电话到台湾来，问他请他的朋友到这一家台湾的朋友去了解总部，了解这一家的这个总部哈、哦，啊，这家门的这个条件等等的。他是想带去菲律宾哦，他就是要延揽到去菲律宾去开店，国际加盟。对对对，啊，你像，为什么香港有也是国际加盟呢、啊？啊，大陆为什么会有也是他的国际加盟？所以说呢，朋友跟朋友就一起也有空啊，要不要去一起去的这样子啊、哦？就在南港那边，那我说好啊，反正现在都是骑在马上找马，嗯，然后就车子开了过去，就到南港的这一家。总部加总部嘛、嗯，去看了一下，哇，他的材料也是储存的，都是应备需要的哈。然后看到那时候老板不在，他的一个老板娘的姐姐就在，然后外面有一堆很大堆的一些材料，我就问他说：“请问那一堆那么大堆是什么？”他说：“那个就是最夯的珍珠奶茶的珍珠。”我一听了、哦，就是原物料。对，原物料。我一听了觉得哇那么大堆啊，他说这个小 case 啊，我们一个月都是10-20个柜子都送到大陆，在那边加在生产、哦、一个柜子如果10吨，10个柜子100吨，20个柜子就是200吨，一个月每个月200吨，你就知道它的数量有多大。起心动念，起在马上找马上这个目标，觉得有点感兴趣、啊、就从那边是开始就是才去研发这种珍珠。那、啊、你为什么不是加盟？我是做珍珠，我不是做加盟。对啊，所以那时候你听一听没有就投入加盟？没有，因为我后来我就是说，这个珍珠的量那么大，哦，你就看到商机了。所以我就商机，我就想来做这个珍珠。对啊，主持人，你讲的是加盟是说，哎呦，这个是加盟是要一间店一间店的。对啊对啊，我是因为我都是做工厂的，所以我就起心动念是说，哦，这个量那么大，可能就是以后开这个工厂，这个量就很大。你的思维不同啊。就我一个同学，迄个时阵伊在台南，因小妹做寿司馆，不只大间啦吼，会使办100桌啦。嗯哼。就一直甲我讲安尼，叫我出一寡钱，互伊出来要做这个素材无？啊，讲我安尼先办啦。我你有法度做珍珠未用？珍珠伊捌做过，伊捌做过，我日日都做过，吼，在嘉义，伊捌做一阵嘛。我们来做这个好，好，我就请伊来，从研发，从零开始。他已经有一些底的，就是没有包线的，他有一些底啊，然后就做。但是后来讲。人这个珍珠，我在台湾也很多人做那么久了，我们现在要插进来啊，如果要跟他拼，就是拼价钱，也看到、嗯、啊，所以想说，那时候我们在吃的梅饼，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包馅了、啊？他说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就重新做包馅的开始，专攻做包馅的珍珠，所以说呢，我们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也做了给朋友试吃，差不多一两个卡车了啦。可是你不是要先学会做珍珠，才有办法去再去做珍珠包馅？对啊，因为我那个同学他有做过珍珠，所以珍珠在做的话很快就会了。然后我们思维讲说啊，这个珍珠在台湾珍珠奶茶都已经风行好几十年了啊，肯定也有很多人在做了，很多供应商啊。你又要这样子插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要抢生意，要不然就拉价格啊。啊，这个包心混连包馅的，那时候好像有一家，我在世贸参展的时候，因为我已经
做好了，在世贸参展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站在我的对面一直看。后来我有跟他打招呼，我说：“先生，请问你有什么指教吗？”他说。他就说：“哎，其实我也是做港岛的啦，港岛的商业间谍啊。”哎，我说：“哎，看的对。啊，他也很坦率的讲了，奇怪，你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卖，我的东西不能跨县市。”嗯，啊，这保存度有问题哦。对，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跨县市。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主导在去弄啊，我是没有讲说我有这种情形了。啊，等到有人要给我卖的时候。才问题才发生，说这个困难度就是说，你会包线包好了以后，你要怎么储藏？可以放一年半年，好、哦、啊，这样子拿出来煮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吃。那时候其实是我为了也是困扰，达到这个规模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没有人可以像我这样做，像现在大家都可以的，哎呀，直接三五分钟就可以了。那个其实，在那个时期，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做出来了。为什么呢？我有一个配合的贸易商，他专门在贸易美国的供渔货量。然后他看到我的东西也不错，然后呢，他就想要把我这个东西推到美国去。然后他就说：“哎，张先生，你就给我打包一个泡沫箱，哦，我到美国参展。然后呢，他要给我。”用力推美国市场，我好，然后呢，我就打包一箱，到二三十公斤，嗯，那时候是生的，没有熟的。我说的熟的，就是煮好了以后要被煮的，嘿，伊就去美国饭店，伊就甲迄个厨房可能也摕一挂数，然后伊讲，你这明仔载好啊，就啊就一次哈，啊，厨房就讲好啊，好一次，只是就去别。就定去煮就对了。哎喽，阿姨讲，啊，我拢介意安怎炒就对了。煮都快煮三分钟嘛。那时候还没有，啊，就是这样煮给人家吃，人家说好吃，好吃，好吃啊！他好吃就是讲，邓海牙讲，庄先生，好吃是好吃啊，但是美国的规定哦，在他们的吧台上不能有明火。嗯，第一，哦，安尼是黑花呀，我靠，你不能明火，按路边那炒，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又摸索一阵子，很久很久时间，差不多一阵子。然后，因为我经常在台北的那个参展商在参展，有时候高雄那边参展，我老是天。有一次我在台北参展，有一个卖锅炉的老板看到我这边，就跟我来这边讲说：“哎呀，陶哥啊，你得按你心宠了哦。”然后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也是弄那个蒸饺给人家的哦。他就要秀他这一部机械，然后用蒸饺这样吹，哦。然后他就按下去，马上就有蒸汽出来，马上就在蒸饺就蒸了，五分钟 OK 了。哦，这个那么快哦！哎呀，没差点呢，也是用以为啊，这么出水啊，这个机器很多了，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这种方法。嗯，后来我就把这个煮的哈、哦、要快的，这个用那个大锅的话，有一次我在，他只是要秀的。有这个蒸汽很快啊，他那个小蒸汽哦，蒸水饺。那后来我又去高雄参展的摆弄火温太太一摆，啊，也时间我就过去就好比了。以前我做马达修理，六合二路都是一些马达，我就去回马达街哦。我过去回味我的以前这个的啊，又看到一个大锅子哦，就是他那个大锅子哈、哦，不锈钢的那个蒸煮锅。我就很稀奇的问那个老板，哎，那中国香嘛，中国、老板说啊，这都啥讲完的啦，啊，啥讲完的，还是变那啥，水滚来，啊，你都讲完了，安尼是都 OK 啊，哦，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可以大量生产，啊，我看到你情况嘛，那这么多华夏话的，迄个家属咯，一袋一袋来采十袋，啊一袋拜至十斤，十袋十斤，一袋一袋煮就对了。哦，哎呀，一拜至十袋，你无法多啦。哦，所以讲我就已经把这一套跟结合这一套把它结合起来。对，好，这是后面的过程啊。当初讲就爱无法多扛，啊就爱限制，就爱半点钟哦，也是一个困扰啦。那后来我就一直想说，这该怎么办？啊，不然先来自己点开哈。啊，甲第一炒十袋、二十袋，啊，放个冷冻的，啊，冷冻的吼，
差不多半个钟，你若零下20度哦，七八个钟头硬邦邦的。我说我们一个礼拜把它拆包起来，包推开，加个字，隔水加热。哦哦，那么好吃，一模一样都没有西卡差。嗯嗯，OK， 安尼两礼拜搁提一包啊，三礼拜搁提一包，三个月搁提一包啊。哦，反正就这样子，哇，结果就这样试出来的。嗯，隔水加热可以放到一年半载都 OK， 但是这个中间就是放在零下24。所以先煮熟，对，再放冷冻，对，再隔水加热。哎，对啊，就是有那个想法说，哎，较早人食燕窝啊，食什么快煮的，就是安尼生。对啊，煮好个隔水加热。对啊，啊，你因为迄时阵咱唔知影，无去了解，啊，到尾也想说啊，你这东西安尼生同款的啦。所以说，即卖隔水加热，说实在，珍珠类就是我同来生的。啊，是哦，啊，我们做日本的，我们的店量嘛，啊就。台湾人看到这个物件，啊，日本商、厂商，啊，又推销，因亲戚，日本也提予日本，啊，日本就用我的啊，嗯，嘿，啊，所以讲日本那阵十几年前哦，就拢我咧用，啊，我就甲这个客户甲我创，啊，这个我讲甲美国这个吼，伊嘛找甲伊遐去啊，啊，这个是甲日本人有亲戚关的，伊就讲，哎，庄先生，然后人甲你报价哦，你唔能报，我。无报实讲袂得过，但是我的介绍一定会报比较侪。比如我一起落100个给你，我无可能100个给你，我一定会报一起落120个给你。嗯，啊你啊伊拢同经的，日本拢同客户啊。啊你若袂到，我嘛无法度，因为你嘛是我的大客户啊。哦，哎，我做生意就是爱唬人，伊就讲我袂使，啊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你是甲伊有亲戚关系，啊做一几年就好听，我无法度啊，对不？我。一起都卖你100块，我看啊，你卖120、200是你的代志啊。啊，我嘛120块，伊卖200、200到伊提去，嘛是对无吼？对啊，所以讲咱做生意就爱好讲的得价安尼先。所以讲迄个时阵，纸吼纸哦，甲变个啊，会使即马要煮，放个2分钟、1分钟就 OK。迄看大细包啦，大包就会使较。较久啦吼，啊，5分钟啊，那细包一百克的就2分钟就 OK 啊。所以到即摆嘛是安尼处理的对。即摆拢安尼处理啊啦，倒一个迄、那个倒一间大间的吼，伊因为迄出去国外拢啊一包100克的，还是500克的，500克的伊就较大张。啊，参照我即摆做材料的拢500克的。嗯。哦，啊一工做1-2箱啊，1箱15公斤，我一工拢烧1-2桶。嗯。哎，啊材料拄啊开始会兴起的时阵吼，哦。量足大啦，对，哎，是安尼。啊，因即摆应该工厂家己拢会晓做啊吧？大了哦，哎，做是会晓做啦。口感有差哟。黄米7分，啊，你放7分，介绍给你七节。哦，啊，你大了的人有好说好要有神啊，对不？啊，你就差不多一半客户的手艺啊。嗯。啊，所以咱就爱做，咱有独特，所以我就用我的材料一定同好的。哎。啊。咱台湾的蜜蜂豆，大料无蜜，大料是用淡的，啊，咱这蜜蜂豆是日本传过来，嗯，所以会比较香的，所以讲因也有人嘛是有人在做啊，但是就是跟他讲的，加起来就是给你放7分啦，啊，放6分啦，你啊，他因为他的材料没有我们那么好，对啊，所以呢，介绍你给你6分啦，嗯，啊，安尼咱就给家弄威胁到我们的这个，反正他们有他的廉价市场的，哎呦，廉价市场，我必须得。正白个较大啦，对啊对啊。啊，你讲迄包心后尾恁有研发足侪种的口味哦。嘿，进前哦，红豆、绿豆、花生、芝麻、巧克力，包拢来对的。嘿，拢包啦，吼，唔是讲安尼混夹夹安尼先食个无味啦。啊，有层次啦，还有层次感。嗯，嘿。嗯。啊，所以即卖有啥物较长销的物件？红豆啊是，迄拢爱测试吧。大众口味就是红豆啊啦，吼，咱台湾啦，吼。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芝麻啦，吼，巧克力啦，这拢有啦。红豆啊，绿豆啦，啊，绿豆也比较淡啦，吼。啊，所以讲，较早绿豆拢有做啦。啊，之前我咧台料吼，干那红豆一味就做甲袂得起啊，你绿豆啊，所以拢都变木啊做的对。干那你，我这遐做10几年吼。干那红豆吼做到袂得起啊，类似啦。啊，一工到150箱、200箱吼，啊，一箱15公斤啊，150箱就差2桶外，类似啊，系啊系啊。啊，所以你即卖两个事业拢稳定啊吼，
就是莫大甲莫大无做啊啦，因为莫大吼，迄个时我甲做啊一个抗战了，我莫大就放弃啊，放互师傅，我你有人要接无啊？就是啦，顶浪出去啊！啊，师傅嘛无啥个啦，都大家拢要接下我较开我，啊，所以就无啊，啊就收起来。报哦，较早熟悉吼，即个共道诶，啊，看要做啊，一半啊，有人讲好，啊，伊要做爱就去甲大叔直接啊，哦、啊，大叔伊嘛过了境内顺家嘛。啊，唔是讲你顺着街就我倒来做咧，伊咪啊有在调啊。你做一站也无好吼、喔，现场啦，放个彩钢，彩钢就来深圳啦。嗯，啊，我咧做十几年，嘛是有人安尼为着，刚才咧变俗，做诶都刚才未使，现场就报去彩钢讲啊，找啊一间要创啥，啊，你物件都未使啊，啊，彩钢伊就紧张啊，你若个。这就变空的，就点了一下去啊！伊就马上讲，咱这好，这好，经过我切断啊！水都换掉了，对。哎，所以介绍归介绍啦，那无在店嘛是做不久。哎，这大叔的吼，爱紧爱好，我爱熟。嗯啊，就是爱你有迄古来经验啦，哎。啊，你即马就是从迄个婚宴咧做啊，婚宴咧做，即马是拢主要台湾生产，还是大陆两边拢有？大陆目前嘛是还阁有啦，吼、啊，即马台湾是讲吼，放互少年哦，啊，互伊去。独当一面啦，啊，渐渐我即马拢放互因啊啦，啊，互因去独当一面啊，就是去发挥啦。所以你即马算退休啊？半退休啦。啊，咱即马这个珍珠奶茶啦，十几年前、二十年后，咪根本无咧食啦。哎呀，哦，是最近哦，这几年啊，就已经台湾哦，靠这国际上哦啊，晶片的发挥，啊个这国际安尼先有咧创哦，啊靠往来，所以呢，即马后咪大家拢一直咧流行啊。而且足贵个，那是真正物价的差别哦。迄、哦、是因遐消费差别，一百五块美金正常个啦。嗯，啊，在美国一百五块美金正常，五块百五块嘛。对啊。哎呀，咱台湾若较好个就要七八十啊。哎。哦，啊，大陆若较会使，伊个市场卖到一杯一百块，伊咧差一百出头。卖贵个，差人民币哦。系啊。啊，迄种差个啦，但是最起码伊呢有高端市场、中端市场、低端市场拢有啦。嗯，系咯，即卖伊流行即卖喜茶，哦，一杯百几百块，啊，搁一个即卖搁一个，吼、哦，小干呐七八块诶，伊就两三万斤啊。好，最后庄董你来讲，你即卖半退休，啊，你即卖拢无影响，你有啥物休闲？你即卖已经有迄个接班传承了嘛？帮我少年啊，我即卖就算讲就也较闲啊，啊，不济。这头脑都放完下来，你去处理啊，就是啦。啊，即马就啊，你无固定什么老人班跳舞、唱歌，有人招就行啦，啊，爬山啦，吼。哦。啊，跳舞、唱歌就是较无遐流利啊，就是啦。主要就是有人招就去啦，吼，家己较无主动的迄个做什么兴趣。对啦，啊，即马就较有在外口四界人猛行啦，啊，即马在。我阿遐吼，我阿姨阿遐吼，较清明啊，是啦，系啦，系啦。啊，你这个接班，你带恁的那囡仔拢安那交代，安那做生意？这嘛是有当啊，就是爱好因家己去感受哟。实地的去操作运用一下，怎样啦？无啊，到为这个物件吼，咱这做这个物件有一点的正当的程序，按那做生意，伊也无一定比咱较含慢啦，一个吼。啊，现主席做生意，甲较早啦，做生意佫无啥共啦。而且做家就是良心事业啊，哎、做良心事业，重要这个是做成品吼、哦，就是有一个比较刚刚的规范的啦。啊，那做生意，我们买卖吼，这个我们的刚刚讲的，因即马都世界的语言，因只话多，咱就干啦，也中国语言了呢。哦，对了，够外国国际市场，哎，系啦，系啦，系啦。好，谢谢庄总委员介绍你的创业，好，谢谢，谢谢。